据媒体报道，比伯和海莉俩人9月14日去领了结婚证，已获得合法的结婚证书，并很快就会有庆祝仪式。比伯、海莉原本计划明年结婚，但目前他们的想法有了很大的改变，他们将会尽早下周在加拿大举办一个小型婚礼。一位与比伯关系密切的人士也透露，婚礼已经在筹备中，他们希望与家人举行一个小仪式，不想举行盛大华丽的婚礼。据悉，比伯在巴哈马当地一家餐厅用餐时向海莉求婚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